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接下来开箱最新的免费 B 车 Speed 86。可以看到呢，它是一台 AE86 的外形。它的性能呢，它的六角图呢是漂移性能全满的一台车子，跟骇客有点像。然后它有着漂移灵敏度提升且减速降低，漂移拉车头小喷司机提前，你就可以提前喷火的一个意思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究竟好不好开。毕竟它是免费登录送，那小草为什么那么晚才开箱呢？原因是因为小草没有每天登录，所以没有拿到，现在才拿到。那最后小草把它改满呢，建议改一个右右平跑最高速度、氮气动力极限速度跟基础动力还有小喷最高速度。接着呢，我们来测试一下这台 AE86 的速度怎么样。先看一下基础双喷是235.1， WCW 呢是282.0，是吗？对，282.0。然后 CWW 298.3，是一个正常的 B 车速度。然后它的漂移呢比较灵敏一点，我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比较灵敏。小喷时机提前是有多提前呢？我感觉用进阶不太明显。我们用段位，没有用到段位，我们用段位出弯 CWW 看一下，好像有早那么一点点，但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这一类型的特性。可是它有一个漂移减速降低的功能，我就觉得挺实用。看一下小喷时间，小喷时间的话短到不行，不过没有关系。漂移车呢，就是要靠着它卓越的漂移性能，用一个惯性漂移，用一个双叉脱漂，成功战胜对手。然后开着我们的 AE86 呢，肯定就是要来实测一下我们的秋名山了。先来跑一趟秋名山试一下，用一个双喷，漂亮！怎么会有人把这种柱子放在路旁边呢？起步一个双喷，那个弹射，弹射，没有，那个进阶，过前面这个五连发夹弯，哇、哦，可以。这个暴力路弯，停滞 CWW， 你卡下去。我奇怪呢，这个秋名山呢，怎么跟日本的长得不太一样？它没有水沟盖可以压，所以这个86呢跑起来性能就不是特别的卓越。好吧，大家要知道真正的秋名山呢其实不是长这个样子。侧身小喷 CW 还可以，是一台性能相当不错的车，可是呢，有点可惜，就是因为秋名山的地形不同呢，导致这台车的性能没办法发挥。它没有水沟盖，这样子没有办法发挥这台车的最大的效能。接着呢，我们来打台服排位实战。小林是在那边豆腐烂掉，豆腐没了，完了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拓海梦。哇，我的天！好，可以，各位，这个连续的发夹弯要来了，连续的五连发夹弯。打滑了，打滑了，没事没事，看我们这精美的弹射。哇，这个车很滑很滑，惯性漂移。过弯减速降低，那个双叉弹射来了，各位看好，有没有滑到弹不出来？那个所有断痕，减续两个，
哦，这个漂移灵敏度挺好的，搭配台服这个延迟手感，可以有效的降低那个延迟感。原来这个就是漂移灵敏度提升的真谛，很好。卡西，哦哟，没事没事，那个双杀 U 甩，很好，双杀脱漂，很好，看到没有？真正的漂移呢，就是要用拖的，反射。哎、欸，不会出哎、欸，再一个再一个，我不信。然、哦、后有了有了，可以，再来一个弹射弹射，没有。他的那个漂移的手感真的会让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了。那个弹射的手感呢，会有点不太一样的。杯子的水都洒出来了，你都不懂。其实拓海每次在车上呢，都有放一瓶矿泉水，回家的时候呢就倒一下倒一下的。开车前先把杯子那杯水先往外车窗外先泼掉。到底是哪个人开车里面装一杯满的水？只是拓海没有跟你们讲而已。拓海每次都去同一家 seven， 哎，那个店员说，哎、欸，你又来买水了？啊，对啊，不然我爸会打我。哦，这个矿山，哇，完了！你们撞一个，我要被我爸打，豆腐又爆了，完蛋完蛋！哇，完蛋！锁胎干嘛了？哇，这场还有救吗？哇，车身失败，好，再一个甩尾进阶，哎，很好，卡下去，再一个侧身进阶，可以漂亮，卡下去，甩尾 CW， 侧身停滞，小喷进阶，八六来了，接过，双叉 U 帅，没有没有，没事没事，一个暴力弯，甩尾停滞。再一个暴力度弯，小飘，很好 ，nice， 撞一下，好不好？虽然它的漂移呢看起来很厉害，但这个车其实转向是非常差的。刚刚跑了一个反向的，现在来一个正向，好不好？让大家看一下连续的发夹弯。其实这个车呢，弯道减速降低的那个感觉还是很有感的，漂移减速降低，你可以明显感受到呢，你在过 U 弯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滑。快哦！哇，双弹射没出，很好，你这边用进阶跑法就好了。这漂移减速降低会影响那个漂移的手感，可是我觉得弯道过起来比较快。分，完美续到，再一个断痕，没断到 ，CW。是小分，再来个双杀弹射试一下，还是没有。很好，很贴很贴，我们再一个水沟盖跑法。那个暴力入弯。哇，暴力都变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他们还不见，没有人看到，没有人看到，
耐上2分07，跑的还是挺快的。没有撞的话，应该可以58吧。自己讲自己都不信。走起，我们走外面好了。有没有漂移超车？属于86的这个过弯技巧。1、2、3 ，TW 打下去。哇，这个车太滑！哦呦哦呦，反射没有弹到，进阶，弹断进阶。哦呦，他想干嘛？我刚刚是不是看到什么啊？是不是有人要做坏坏的事情？这样子不行，好吗？一个弹射没弹到，不过好像还行。射身，这车是真的很滑，很有86过弯的感觉。我撞到了，没事没事没事 ，nice。哦，侏罗纪公园没有水沟盖可以压，那我们就飞岩浆，一样都是属于一个超近刀。哇哟，我出双分，弹射，我摇这个弹射很漂亮。开颗，我们用一个延续。很好，来个四下延续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撞一下 ，TW， 打下去，三段进阶 ，TW。这台车很难撞，很难撞。小分，小分，我也有干嘛？又想做坏坏的事情？哦，这个年头，很多年轻人想做坏坏的事情，真的是哦。再开一颗，再试，1、2、3，哎，没有，没淹到，照飞不误。啊，没有满，连续两个，1、2，哎，差，没被吓到，有19，你讲得出来，观众，你讲得出来，我不敢听。这台车可以跑21，我就觉得偷笑了。不错哦，有学到我的真谛哦。来了来了，龙门新村。嚯嚯嚯嚯嚯嚯嚯！你哪丑陋？来气，小喷，暴力度弯。哇，我们进街道。小喷 ，CW， 哎呦，一个内线卡位，很好，那个双杀弹射，完美，虽然没弹到，弹了一半，哇，车子被吸住了。我有弹到，这个很漂亮。暴力度弯，CW， 停滞，小喷，太早了，1、2、3，停滞 ，CW， 那个双杀弹射，上圈按太大力了，我们这圈按轻一点，可以，完美，再一个弹射，我开玩笑的。这个弹射，
这个也是开玩笑的。太难了，有弹道可以删掉。哇，会哦，弹道快四秒哎，哇，我刚两个没有弹到好吗？两个都弹到就32了哦，你们不懂。